聚焦强军目标，重塑人民军队。18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综述新华社记者梅世雄、梅长伟解。放军报记者曾火伦将其人民军队两支新生力量不久前的精彩亮相引起广泛关注。在西太平洋，空军航空兵某团出动空六 K 战略轰炸机，开展远海远洋训练，穿越巴士海峡，出岛链巡航，彰显开放自信。在海拔4000多米的昆仑山腹地，陆军某和成旅开展全要素实兵对抗演练，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不断生成提高，能战于天，闪攻于地。无论是不断刷新人民空军航机的九霄新锐，还是完成调整改革不久的陆地尖兵，都折射出强军新军的火热图景。党的18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军队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引领，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实现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强大呢，领导指挥体制，实现历史性变革。金秋时节，俄罗斯楚歌二训练场一支中国军队的亮相吸引世界的目光。2018年9月11日至15日 ,3200 余名官兵 ,1000 多台各型装备车辆、数十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出境参加东方副2018战略演习。这是人民军队整体性、革命性改革重塑后，军委、战区两级指挥机构首次抽主开赴境外演兵，并成功组织陆空联合战役行动演练。对此，参演指挥员感慨不已，我军新建成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经受了实践检验，不改革不行，改慢了也不行，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打破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和大陆军体制，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组建15个军委机关职能部门，划设5大战区，建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起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5年多来，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实现历史性变革，构建起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步入新体制时间，广大官兵既转身子又换脑子，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式、固有模式、路径依赖中解放出来，连的壁垒渐次打破，战的效能逐步凸显。一次次演训中，过去相对独立的不同绝兵种部队，在战区的调度下常态化开展连夜连训。过去难以共享的数据信息，如今在战区内诸军兵种部队间高效流转。侦察不再各自雷战，指挥不再各唱各调，火力不再各打各的，一个个联合铁拳淬火而生。壮筋骨、精干高效现代化常被群体及不稳，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新数据。陆军占全军总人额比例下降到 50% 以下，全军非战斗机构现役员额压减近一半，军官数量减少 30%。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新名词，和成旅、空中突击旅、航母编队、空降兵军、联勤保障部队、减旅增的辩证法，既是瘦身，更是强体，是一次划时代的力量重塑。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推动部队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2017年4月27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披露，陆军18个集团军番号撤销，调整组建后的13个集团军番号同时公布。此外，新调整组建的单位中还包括海军陆战队、空军空降兵军以及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中的诸多新型作战力量。调整之后，我军规模更加精干，结构更加优化，编程更加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的力量结构，
改变了国土防御型的兵力布势，改变了重兵集团以量取胜的执政模式，战略预警、远海防卫、远程打击、战略投送、信息支援等新型作战力量得到充实加强，已经以作战力量为主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正在形成。大漠深处，陆军电子对抗、远程火力等八支新型作战力量接连亮相，新编制、新技术、新战法、新能力，让人耳目一新。黄海之滨，更充实的力量编程，更扁平的指挥层级，更灵活的作战编组，让新调整组建的海军陆战队在训练演习中大放光彩增活力，军队现代化建设源泉冲。分勇流2018年盛夏，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的消息已经发布，立即火爆网络。全国14万余人报名参加考试，平均报招比为15亿，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报招比达到754亿。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充分涌流。新型文职人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人民军队政策制度改革的一个生动缩影。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军队实施党内监督的规定，军队实行党的规则工作规定，一项项政策制度接连出台，是确保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我军党的建设制度不断完善。修订现役军官法，出台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制定关于进一步激励全军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推进兵役制度、士官制度改革，深化军人工资、住房制度、医疗保障等改革。一系列体现军事职业特点的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逐步推出，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激发部队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基于联合、平战一体的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精准高效、全面规范、刚性约束的军事管理政策制度正在加紧构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委员会，从顶层上加强对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结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健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基本完成，军队不从事经营活动目标基本实现，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效益将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显现出来，一个又一个新的战斗力增长点成为人民军队加速向现代化奔跑的新助力。改革未有穷期，强军正在路上。从塞北原野到南国密林，从远海大洋到内陆高原，从军委机关到边关哨所，全军上下勇立时代潮头，向着新的更大胜利挥师疾进。本文刊于2019年1月20日，解放军报01班主编李根平编辑，乔辉、左海亮、张曙光、刘德刊期，1997。